昨晚发生了什么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跟汉林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明知故问，当然是约会啊。不过说真的，这汉林虽然平时看着正儿八经的，几杯酒下肚，玩的还挺疯的。我们俩一拍即合，是他主动，还亲了我。What？ 亲爱的，你来了。喂，你要干嘛？喂，你要干嘛？我什么我？昨天晚上我们不是一起出来聊天，你还喝醉了。但我喝的是茶。对啊，你就是喝茶，然后你喝嗨了，就说我们要一起喝酒，你还要跟我一起跳舞。我喝茶喝嗨了？你还亲了我？我你忘了？怎么样？我说的是真的吧？一霞，我。看什么看？有没有在向你叫？喂，一霞！翰林，别走啊！你要干嘛？一霞，别丢下我一个人！我想，解决你跟古灵的难题，大概也是如此吧。是你说要找我了断的，你居然敢迟到！我已经到了。看这边，说你想怎么了断。这样，你打我一拳，只要你能打中我，就算你赢。别说一百米了，从此以后我都从你的世界里面消失。还说什么公平？你不过就是仗着我打不过你，你耍我。好吧，那就用你最厉害的。你用的最好的是你的修罗隐身了吧？一小时以内，你躲到学校的任意一处地方，只要我找不到你，就算你赢。你真的以为你能赢我吗？我不知道，既然你这么不愿意见到我，那就试试吧。从这一秒开始，你永远从我的世界消失。倒数开始。一直陪在你身边，一直保护你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让我离开，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知道你在里面，
知道，武灵记得的事情，你也记得。今天走过那些地方，一切似乎都变了。从前的那些回忆，似乎也都变了味儿。我不会去生翰林的气，因为我相信他。我生气，是因为曾经的古灵，让我去相信身边的朋友，而现在的你，却只是想要一味的破坏。无论我怎样做，你都不会相信我。我可以做到于飞姐说的，任何事情都包容，你随便怎样伤害我都无所谓。但是我若是一直拉着你，你就会去伤害古灵身边的其他人。我不能让你这样做，所以我认输，我放手。你说对了，这次我真的放弃了。因为你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我所喜欢的古灵了。时间到了，我赢了。等等，如果你真的是为了保护古灵而出现，那就再听我最后一句劝，不要再伤害自己，也不要去伤害身边的其他人。因为有些刺一旦扎在心里，即便拔出来，也还是会留下伤痕。废话，到头来还不是放弃。别心软，你不需要有任何人，有我就够了。你也在找宝宝啊？古精灵不能告诉我啊？啊，不是，那我们一起去找宝宝吧。古精灵跟我说了，谁要是抓到宝宝，谁的游戏决策能力就会上升，超能力也会增加。上次是你故意输给我的，我不需要你的施舍，我要堂堂正正的打倒你，让你死心。好啊。那尽管试试，看谁先抓到宝宝。哼，拜拜。我。
想跟我斗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带我来的。阴曹地府门派技能就是专门用来克制你的，今天就用它来打败你别再逞能了，以你的体力现在根本无法驾驭师父毒，别再让自己晕倒了好吗？